林美妍是我请伊来做我的专任秘书，阿伯美妍跟我做伙来圣巴集团上班。你竟然把我的东西带进粪扫桶！这个查某人心比粪扫更加垃圾，你跟我出去！哎，别叫我小妹，放我放我别！我唔理。你想怎啦？内容这么激动？安迪对你了解的代志，我传出去啊！起码我们知先让帮助这种风声，为敌最近你要注意身躯边的人。是你，恭喜你，你过关两届啊！王胜渣，加号称信口企业的胜渣建设集团财务经理，大搞不伦。这些爆料网站啊，根本就是在白讲。刚讲你唔知影，检察官上个电话就是黑椒。你甲魏云到底是个底是多少啊？因为客户听到安迪副总断言的消息，影响到 Luxury Villa 的销售，我们大家等你发落这件代志。问题是向你不要放这个风声，一遍过一遍，针对现款。既然知影讲这消息是为巴黎会馆放出来，那呢，直接过去拜访，过去查物件要紧。迄个不是法规的下手人。你先要提醒，你不是应该一票封口啊？哎，就那什么，局长，你别，局长，你高总裁，你敢有人跟踪我？原来。就是青木社长哦，你这么行李，你实在钱一万，我立即开瑞报。高总裁，调料。姓姜。请问。